怎么样？问题是不是很复杂？他背上这个问题，哎呀，你呀，你呀，怎么到现在才来找我？老同学，一开始我以为是小问题，自己可以解决的。可谁成想，这不就来找你了？毕竟你是咱们医学院成绩最好的学生。放心坐，我不会怪你的。好，谢谢。哎，等一下。几率到底有多少？差不多20%。也好，比他们的要高一些。坐吧。你看啊，我不用管那么多，先把根号干掉，把根号干掉。这个根号他干不掉啊！这 X 如果求不出来的话，这个根号就是打不开。打打打打！我们目的就是先把 X 求出来，它到底是多少？打打打打！打个草稿吧，在我屁股上打草稿，打草稿，不要怕浪费嘛！你们能不能解出来了？你再解不出来，我去找教授得了。咻咻咻咻咻！短，陈翔六点半。